七月尾八月頭嘅詩歌競賽啊，講聽古仔時候啦。今個月係有咩特別呢？青少月，哇！一睇就知道咁活力就知咯，係嘛？大家都係青少年啦，係啦。誒，我哋邀請咗同事，你做咩笑咁啊？係開心啊嘛，喜樂喜樂。我哋邀請咗一班年青力壯嘅家庭成員。咁啊，不如就揾佢，等佢介紹下自己先啦。誒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寶，係嚟自柏齊亞成長班嘅，我亦都係青少部地理門嘅導師嚟嘅。仲有青少部部員添啊！地理門係幾大㗎？係。地理門是初中啊，中一至中四。哦，咪即係我仔嗰班。哦，冇錯冇錯。好，跟住係我係心月啦，咁我嚟自我自己學校嘅教會團體。哇，幾好喎！自己學校。係啦。嗯。咁咪好多同學仔嘅，即係有啲同班同學仔都係個團體。係。有 friend 有 friend。OK。好，最高級嗰、那個坐喺度嗰個，係喎，你唯一一個坐喺度嗰個。實錄。咁我係新奇，我係呢度嘅基督少年軍嘅四十分隊。我正想話係咪九七啊？冇講錯分隊，係啦，四十分隊。四十分隊 ，OK， 好。我係 Tristan， 我係柏齊亞嘅。嗯，好。哇，好斯文喎、啊。嗯、好，你哋一家帶一首歌俾小朋友一起去唱詩歌嘅喎，係咩詩歌呢？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，唔係阿妹講嘅咩？係咯，唔講嘅，我等緊佢講就係佢又唔講。好，咁不如我哋試一下唱一次啦，試先啦，小朋友一起去聽啊，一齊唱啦。好。来到你跟前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站在破口之中，在那里我寻求你，主我是软弱及无助，你却是我的力量。的手印到我，那就是我的得胜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带上你乐意，到路被耗疲，是你国归向你。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带神的乐意，到路被铺平，是你国归向你。下一首关于祷告的诗歌啦，咁不如问下你哋啊，你哋几时会祷告啊？或者有咩事发生咗，你会祈祷嘅咧？有边个分享先？妹妹咧？高级嗰个啦，高级咪一个先。我会喺多数都会喺考试测验嗰度之前就会祈祷，跟住就祈妈咪同我温嗰啲就记得啦。你会祈啲咩啊？祈神你俾我有一百分。唔系啊，咁点样祈噶？应该会记得妈咪同我温嗰啲嘢。哦，几好喎、啊！小朋友都可以试下喎、啊。咁啊，喺考试测验或者温书前系咪？温书嘅时候啊，求神俾我咧可以记得妈咪即系教过我陪我温书嘅嘢咁样，强力嘅记忆力。系有强力啊，几好啊呢、這个。系好，其他人咧？家姐有冇？通常喺食飯之前都會感謝神俾我今日食飯。謝飯祈禱啊！咁算好多小朋友都試過嚇，食飯之前咧都會祈禱感謝神，係咪啊？都幾好喎。媽咪咧？咁
咁我就喺可能會遇到即係可能小朋友唔舒服啊，或者係佢哋考試嘅時候，我都會祈禱咯。其實我係基本上就成日都祈禱嘅，但係即係特別真係會好著意咁樣祈禱咧，通常都係面對困難嘅時候咯。即係特別係佢如果小朋友唔舒服嘅，就好擔心，好擔心就會真係會好想祈禱咁樣咯。係啦，媽咪最緊張就係屋企人啦，其實。係啦，原來咧，爹哋媽咪咧都會時時咧為小朋友去祈禱喎。不過可能有時小朋友未必知道啦，因為爹哋媽咪都著緊你哋㗎，咁所以你都要記得咧為翻爹哋媽咪去祈禱咯。咁我嘅分享啦，我咧就都會時行下街啊，放下工咧就會同神祈禱，傾下偈啦，時講啊神啊，即係點點點啊，或者係啊我好攰啊，或者神啊，我將聽日嘅事交俾你啦咁樣咯。咁我都會有時。咁樣傾偈嘅，其實就好似呢個詩歌咁講到啦。其實咧，禱告嘅力量咧真係好大嘅喎。例如咧就算大山咧都可以被移開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各位小朋友咧都要咧找緊呢個禱告嘅力量，我哋咧將咩事都可以咧禱告交託俾我哋嘅神嘅。係啊，咁我就即係除咗呢啲平時一般嘅祈禱啦，咁我都試過有一次咧都。特別按手祈禱咧，係因為個人病咗啦。咁我哋聖經裏面話咧，我哋可以按手為人哋祈禱啦。特別按住咧，佢可能患病嘅地方啦，咁希望神咧醫治佢啦。或者有時咧按手祈禱咧，可能係一個祝福，俾人一個祝福，擺喺頭殼頂可能都會嘅喎。咁大家可能呢啲係 level two 啦。不過咧，我哋基本上咧，我哋應該平時咧都會成日同天父傾偈，成日將我哋心裏面所求嘅嘢，所希望同天父講嘅嘢咧，都同天父講咯。咁不如我哋再唱多啲呢首歌啦，咁我哋提醒小朋友，我哋一齊嘅去多啲去祈禱啦，為唔同嘅嘢去祈禱咁樣都得嘅，天父咧都會聽我哋去祈禱嘅喎。我哋再唱多幾首歌啦。準備啦！我已禱告來到你跟前，我要尋求你。在破口之中，在那里我寻求你。每一次祷告，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呢个归向你。梦中，你却是我的力量，而你亲切的笑引导我，那就是我的得胜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。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你过归向你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是你过归。咁咧，一間嘅古仔咧都關於祈禱嘅喎。咁啊，今日嘅講員咧係青少部嘅執事，咁係方瑞文執事為我哋講古仔，將時間交俾佢啦。大家好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係方瑞文執事，今日好高興同大家分享一個約沙法嘅詩班嘅故事。猶大國王約沙法，佢係一個敬畏神嘅好國王。在什麼事上面呢，他都會先尋求神的旨意，還有呢在困難上面呢都會依靠神。有一次呢，約沙法呢遇到困難，因為呢隔離的鄰近的摩押人、亞門人和米烏利人呢，他們竟然呢聯合來要攻打他們。約沙法王非常緊張，但他沒有忘記到神，
可以全国人民一起起身，一起呢能够禁食祷告。他向神说，我的神啊，你有大能大力，谁可以阻挡你呢？他跟着继续说，跟神祷告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向你呼求，你一定垂听，而且呢会拯救我们。现在这些人来攻击我们，我们没办法抵挡，神啊，求你派你的军队去阻挡他们啦。于是呢，神的灵呢就降临在阿哈色的身上，藉着他的口跟众人说，你们不用怕，明天你们要勇敢去迎战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第二天的一早，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，约沙法王跟大家说，我们要成立一个师班，他们要穿着圣洁的礼服，走着在军队的前面大声赞美神。就是这样，师班和军队浩浩荡荡地去战场一起出发，一路上面他们不停地唱赞美神的诗歌，在那里讲，当赞称赞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就在这个同时，神的军队已经击败了在战场上的敌人。他们一行人去到现场的时候，军队早已经败阵亡，他们轻松松赢了这场战争，还在敌人上面呢收集了很多财物和珍宝啊。好，小朋友，我问你几条问题了。当其他国家去攻打犹大国的时候，约沙法做了些什么呢？第二条问题，约沙法的军队和一般其他军队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好了，第三条问题了，神为什么愿意派兵帮助约沙法的军队呢？今日的金句是，约沙法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，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队前赞美耶和华，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历代志下20章21节。各位小朋友，再见。